叫妻分咗去，外家多苦恼。先生打你家务，慢啲敲锣，埋锤下灶，搞得难嘅做。好似个地笼，哎呀，食饭去找家，当羊费心操。谁料成间屋搞得一锅汤，奈何太太尚未回家，竟已拍咗几封电啊！小姐娘家亮月圆，试探盼望情真伪。你聊一大轮，不发电，催我出意花灯。煲茶煮饭又唔识得靠啊着啊，嗰个风啊浪啊，惊喝饮咖啡，若果食饭去嘲闹，饭餐完啊全癫到啊，搞到有物。冇鞋，搞到有衫冇裤，衣服不分干净啊！以功夫啊做啊，所以几封急电盼妻啊回啊，一直望眼张串，试问刘志烟能主持家务啊？你要坦白我含糊，梗系咯。一字我离家，你又。
风月长，帮我回到啦。你正式系风流客，幻想天茫茫，快些从实招来，咪当我唔知道。莫干烟消什么生道。对不起，盼你盼风爱盼风雨，苦情苦爱分天高，并非贪爱野花素，本属无心来野草啊。不过风牙长作听，而且找后糊啊头，好啦认错啊连声。虽心苦还道，我以指天为誓，之后永不涉啊足啊花啊道，望你说过。